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My University 科學新知第二節，嗱，頭先我哋就提到咧，就係呢個禁藥嘅名單問題啊。咁一定要提醒大家啦，就係道高魔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家嗰個即係魔高去到邊度咧？咁老實講，我哋都唔係好即係能夠去到嗰、那個最前線嘅最新知嘅角度。籠統啲講，頭先有提到就大約就五至即係呢一啲檢測技術係比呢個禁藥發明技術落後五至十年左右啦。嗯，嚇、啊，即係所以你可以想像到而家其實好大量一啲未被正式列為禁藥，嗯、或者就算其實大家都覺得佢唔妥，係應該係列做禁藥，但係嗰種檢測技術未成熟，有一個真係可以好科學檢測嘅步驟去建立咗出嚟嘅時候咧，就變咗擺唔到落去嗰個檢測嘅程序裏邊嘅時候，咁亦都係有嘅、嗯。好嗱，咁啊簡單單單啦，就係禁藥而家有幾種咧？如果你用佢個功能嚟去睇咧，你係可以數到六七種嘅。但係我想喺呢度咧，就譬如話執幾種就係、是比較主流一啲。其實如果講翻我第一次有提阿 Ben Johnson 呢咁人，佢當年係即係百米飛人，即係佢係即係佢唔係第一個啦，但係總之都係喺即係跑，佢係唔單止跑入十秒以內，佢仲係跑入九秒九以內嘅第一人啦。咁佢俾人捉到出嚟就食類固醇。其實如果大家可能最熟悉就係話呢體育禁藥好多時就係類固醇。咁其實類固醇都唔係第一代嗰啲禁藥嚟嘅，其實去到可以講咧就係叫第二個大嘅 generation 嘅禁藥，即係可能個情況就係喺屬於我會話係一個冷戰時期嘅運動會主流非常用得多嘅禁藥。咁其實可以提一提就係類固醇佢本身個作用係點樣先啦。咁即係如果睇翻佢嗰個生化過程都幾哇都幾犀利嘅，即係佢哋竟然係揾到一隻藥咧，可以直接入到個細胞入邊同嗰個細胞嘅細胞核去發生作用。你可以話俾佢聽咧，你係要生多啲肌肉，嚇、你佢可以直接係入到你個細胞裏邊，然之後嗌佢去增生啲肌肉，同埋佢甚至乎係可以咧減低咗你嗰個本身肌肉細胞嗰、那個死亡嚇嗰、那個嘅過程，即係於是乎你突然之間你係生多咗肌肉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就係啲人如果你話練大隻咁，其實就係你啲咁嘅類固醇嘅嘢。我哋都如果譬如話我哋去練，即係總之就呢啲所謂嗰啲拳擊性嗰啲，咁都有人會同我哋講有啲咁嘅，但就唔係類固醇，就係呢個呢個咩粉啊？嗰啲蛋白粉啊？蛋白哦，即係 whey protein 啊，乳清白蛋白嗰類咁嘅嘢啦，即係嚇。但係我知道有啲譬如叫 creatine 呢啲咧，更加踩界，真係你聽到個名 create， 咁其實佢而且係好快㗎，即係你一路如果又操咧，即係睇住你嗰啲肌肉係咁爆出嚟㗎。即係我你話如果街坊間嘅保健食品入邊有幾多係含有呢咁樣禁藥成分，我就即係我自己冇做過調查，唔敢去講啦。但係起碼就係話，如果一旦有嘅話咧，咁基本上你去參與運動會應該就唔可以嘅。咁你真係要透過自己嘅鍛鍊、自己嘅飲食，就唔可以去掂呢啲咁樣嘅即係違禁品。咁其實即係如果講緊喺類固醇之前咧，1950年代其實我哋提過就其實安非他命。咁、當然咧，就後來安非他命到即係已經被列為禁藥嚇，亦都好容易喺嗰個檢測嗰度走咗出，即係驗到出嚟，咁亦都好容易就被即係俾人去 ban 咗嚇。咁、但係就譬如話類固醇呢一啲咧，佢同呢個類固醇嘅搏鬥其實經歷過一個幾個階段。咁首先就係話，其實好多個國家佢一路都係掩藏住自己即係運動員服食類固醇，尤其是喺冷戰時期，你話喺即係呢啲東歐陣營或者蘇聯陣營嘅國家，咁即係唔知你即係台長記唔記得咧？就係話嗰啲東歐女運動員咧，即係有冇嗰啲特徵？哦，特徵啊，有鬍鬚啦，嚇、有鬍鬚啦，嚇、跟住即係嗰啲骨架，你發覺就即係。唔知骨架就即係好難講，因為我見我去德國啲女人真係有好超大隻，好超大隻嘅。但係你會睇出咩咧？就係咧，譬如話你男性肌肉同女性肌肉始終唔同嘅，即係女性肌肉咧，你粗極你唔會爆嘅。你會粗到線條出嚟，但係你粗到即係哇爆曬出嚟，即係嗰啲一定食藥嘅，唔食藥你粗唔出嚟嘅。咁其實咧呢樣可以歸根法，就係話其實佢哋本身嗰個荷爾蒙。
嗰、那個受到干擾，其實亦都好多時。我即係差你喎，我啊親身去過，我見咧好多歐洲即係或者中歐嘅女性咧，係老咗之後係生鬚，我親眼見。哦，不過咁呢個就反而有得解釋嘅。凡去到老年嘅時候，嗰、那個嘅女性荷爾蒙分泌冇咁旺盛。嗯。你唔好話，其實你話男性咧，亦都會開始比較，即係嗰個男女荷爾蒙嘅平衡咧，冇咁懸殊啊。嗯。呢個情況就係人個生理好天然嘅 ，B B 同埋老人家都係咁嘅。所以你見一啲阿伯，佢老來就會啲聲線會尖咗。嗯。話老嘅女人，咁佢老來嘅時候咧，就可能會 man 咗。咁呢個係正常嘅。嗯。但係如果喺佢嗰個精力最旺盛一個壯，即係一個中年、青年、中年、壯年時期 ，suppose 係嗰個體內嘅男女性荷爾蒙應該係最懸殊嘅時候，你突然之間有其他因素，譬如女運動員，你去谷高咗佢嘅男性荷爾蒙嘅時候，咁佢就會太早去出現呢啲男性嘅症狀。而且我相信佢哋嗰陣時主流都係食呢啲男性荷爾蒙嘅，即係甚至高丸酮素嘅。係啦，其實我就係咧呢種高丸酮素呢種男性荷爾蒙，直接就係高丸酮素嚟嘅，係類固醇嘅副作用嚟嘅。嗯，嚇佢類固醇佢即係你食咗落去之後，基本上就係谷高咗你嗰個嘅高丸酮嘅分泌嘅。嗯，咁其實呢啲都係講緊第一代嘅呢啲嘅類固醇，咁所以就係好多係食咗就會係生鬚，就係呢一啲。嗯，咁於是乎咧，亦都發展咗就係話你要去檢測呢啲咁樣嘅荷爾蒙咧，即係檢啊應該話檢測食女性運動員食呢一個咁樣嘅禁藥咧，其中嘅方法就係你驗尿，真係驗下會唔會有啲不正常嘅高丸酮素喺佢個尿液入邊。嗯，咁頭髮得好似嘛？就唔清楚啦。咁而家基本上成 set 噶啦，你血啊，即係尿啊，頭髮啊咁樣，即係甚至乎我唔知道口水會唔會，即係呢啲我即係未知啦。但係基本上就係要就住嗰個方便檢測，同埋一定要揾到一種咧係可以幾個鐘頭之內有結果嘅方法。你話如果要追蹤幾個月嗰啲，其實好難嘅。咁其實稍後都要講就係、是、有一啲就係需要用到比較長時間樣本搜集嘅咧，佢就要需要用到你就冇可能就話你個奧委會長期去派人去所有國家度去收集樣本，你唯有就交託翻你嗰個國家嘅奧委會或者國家嘅政府嘅或者個體育部門嚟去交 sample 上嚟。咁其實呢度就造成了一個好容易舞弊嘅地方。咁你從來咪一路懷疑，譬如俄羅斯嗰啲係咪做馬咯？其實就嚇呢、這個就其實去到就我稍後其實想講最難規避的就是始終就是國家級的作弊。嗯啊、你話呢一啲類固醇，或者你其實如果老老實實交個 sample 出嚟咧，都仲叫做有方法叫做驗到出嚟。咁即係翻去就係話好頭先講到，即係初代嘅類固醇咧，佢就會令到啲女性運動員佢嘅高丸酮素分泌係激增，而且從即係呢個係副作用。咁其實與此同時，佢攞到要嘅效果就係佢嘅肌肉係生得大隻啲，令提高佢哋嘅表現。咁去到有個問題就係啦。如果有人想去發明一隻類固醇，改進佢，令到佢呢個副作用減少，或者就係話令到佢出嚟嗰，譬如話佢一樣有肌肉增生，但係高丸酮素係可以少好多嘅時候，咁於是乎就係一隻即係新發明嘅禁藥啦。我亦都即係又真係有人去做咗出嚟嘅。而家就算你上網，你去揾咧，你揾一啲叫 Turinabol 呢啲咁叫佢，即係中文就譯做大力寶啊。其實就係有埋名嘅，你甚至乎去網你買得到嘅添，呢一啲咁樣樣。佢其實就係一啲譬如比較稍為新派少少嘅類固醇嚟嘅。咁佢就有個好處就係話咧，佢俾出嚟嘅高丸酮素係會少啲，於是乎就容易規避個檢測。咁亦都係呢一個原因嘅話咧，呢一個咁樣嘅反禁藥機構咧，佢就將嗰個嘅靈敏度咧要再提升。咁於是乎佢甚至乎要擺一個再長啲嘅追蹤時間，同埋去將嗰個嘅即係叫警覺嘅範圍再要提升，嚟去再確定咧，究竟嗰個人有冇食到呢啲藥？咁佢可能再需要一啲交叉嘅檢測，你去驗埋血啊，咁於是乎，所以就係話以前可能就係驗督尿就算，咁而家可能你直頭要係抽埋血，而且唔係就係話啱啱完咗比賽嘅血，就係你一路要睇翻你個由你個國家或者由你即係嗰個負責管事運動部門嘅單位去攞出嚟嘅樣本，去一一去檢測落去咁樣。嗱，咁其實即係講即係提咗少少類固醇嘢，咁佢呢個直接係針對於呢一個細胞嗰個嘅去到嗰個細胞核嗰個層面嚟去令到你嘅細胞增生。如果佢喺呢度啦，即係時間有限啦，我去再粗疏啲講，即係幾種去提升呢一個嘅運動員表現嘅機制，咁仲有啲咩嘢咧？咁就即係離唔開就係一啲係神經性嘅興奮劑啦。嗯，除咗又令到你生多啲肌肉嚇、啊，你舉重原本舉唔到咁重，你舉多啲嚇、啊，跟住你嗰、那個肌肉好啲，你去得快啲。咁另外就係你精神興奮啲，或者嚇、啊，或者係即係嗰種興奮係講緊咧，你係處於一個作戰嘅狀態，你係會高度集中一啲。
你去譬如話做一啲團體對抗啊，或者可能係一啲要需要好聚精會神，好似乒乓波呢一類嗰啲咁嘅樣。咁即係呢個就係針對你嗰個腦神經嗰部分嚟去做啦。咁其實可以想像到啦，你去玩唔同嘅運動嘅時候，佢需要用到你身體唔同嘅一啲部分，所以亦都針對唔同部分嘅時候，大家就會用唔同嘅禁藥嚟去提升嗰、那個技能。咁你想像到譬如話長跑，你會覺得會需要邊一度多啲嘅啦？長跑啊，耐力啦、啊，耐力就講緊你本身嗰個身體嗰個嘅呼吸嘅嗰個器官，成、個循環嘅系統、帶氧嘅能力，咁、大家聽過就係話有啲足球隊帶高原訓練啦，咁、高原訓練就好重要，就係話嘗試去提升你成個人身體嗰個嘅血液嘅帶氧能力，去逼到你個身體去產生更加多嘅紅血球。其實呢個前幾次我哋講嗰個。出火定我哋有講嘅，即係佢有啲做到咧，就係你用嗰個所謂養分、氧氣嗰個比例越嚟越低，可以，即係換言之，你可以越少氧氣，你就越做翻以前同樣嘅嘢。咁、其實背後嗰、那個原理就都係離唔開，就係將你嗰個血紅素提升佢，咁、即係你嗰個紅血球嘅密度提升。咁、於是乎亦都係由呢度咧就產生到咧，其實係第三代而家主流非常之主流嘅一種、叫做。紅血球的生成素，英文咧就是簡稱係 EPO。呢一種咧，其實就是如果大家如果記憶唔陌生咧，好多長跑馬拉松運動員咧係俾人捉過食過呢一樣嘢。咁啊，好著名嘅馬家軍有冇俾人捉過咧？嗱，咁呢個其實就又咁啱又可以提翻。其實馬家軍嗰個材料，即係嗰個背後嗰個嘅以前你考證佢究竟佢有冇用禁藥，唔係咁容易。好多坊間嘅傳聞，譬如台長你都有聽過啲傳聞，就係話即係阿馬象人去食水魚，去飲水魚血啦。嗱、記清楚佢講嘅就係野生嘅水魚血。係咁啊，今日嘅情況咧，大家千祈唔好做呢樣嘢啦。第一樣嘢咧，好多蟲，即係野生嘅水魚咧，其實已經好瀕危噶啦。即係你根本唔應該做呢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會好多好容易係惹到一啲病毒翻嚟嘅，嚇嚇嚇，好嚇，即係好即係生化上都好污糟啦。嗱咁其實咧一路其實傳咗好長時間咧，就係話馬家軍就係食呢啲叫中國偏方嚟去提升表現，咁然後就但係又驗唔到出嚟內血唔好。咁其實呢一度就即係你信唔信就睇下即係大家嗰個資訊接收成點啦。但係可以提供多個資料就係話咧，其實都係講緊近呢五六七年，即係唔係五六七年啊？近呢三四年啊，就由翻去當年嗰啲嗰堆嘅弟子啊，包括黃君霞在內，就去寫嗰啲公開信，甚至乎有啲資料已經結集成為出咗一本書，專係講翻呢個馬家軍嘅歷史。大家如果仲記得就係話喺嗰個嘅二千年同埋二零零四年奧運咧，係冇曬馬家軍去代表中國，突然間一夜消失啊！其實係點解咧？就因為就算喺中國自己度都捉咗出嚟，就發覺佢哋其實係大量使用禁藥。咁呢一樣嘢就係、是你今時今日你唯有問翻阿馬象人先可以去即係考證得到。但係根據翻咧當時運動員嘅證供咧，佢就咁講。就算他去由一個地方搭火車另一個地方準備參賽或者訓練的時候，途中都突然之間吵醒曬運動員嚟 去打針，那種打即係打禁藥嗰種程度咧，其實係去到即係好難想像嘅，就是去到一個地步，個運動員本身已經係個肝好痛。其實就係、是、往往就係話佢打呢啲咁樣嘅血紅素生成素咧，係一啲傷肝傷腎嘅嘢嚟嘅，咁就又唔俾佢哋睇醫生。亦都為免佢哋要揾理由睇醫生咧，就逼佢哋咧啲盲腸要割曬先。哎呀，哇，好核突！啲盲腸首先要割曬先，咁你唔會揾到理由，突然之間你長跑，突然之間話盲腸炎，跟住又要去割盲腸，跟住又俾人驗到你啲血有問題。即係呢樣嘢，佢哋就做個保密功夫做到好足，咁直至到真係咧去到俾人踢爆咗咧，咁其實中間就係、是、於是乎令我諗起就係、是、其實嗰啲所謂水魚血呢啲傳說咧，好多時亦都係一啲煙幕嚟去一啲用一啲咁樣嘅嗰、那個水魚血嗰個係啊，有人親口同我講過嘅，應該有。即係你。如果問我，我自己去睇翻，佢可以一個咁樣嘅教練，咁 consistently 咁長久地去產生咁大量呢啲運動員，你問我，我只會覺得唔係乜嘢嘅偏方民間傳說，我就話真係係咁樣。咁其實你話如果再得到翻嗰啲運動員自己證明，我就覺得其實都即係都好難，即係個可信程度幾高嘅呢樣嘢。但係依個亦都難嘅，你即係個運動員本身佢要有好大嘅即係。理由先出嚟講，否則咧就
很多的壓力咧會俾佢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而家就可以，即係其實黃君豪其中一個就帶頭出嚟去講翻呢件事啦。咁其實我諗佢自己本身都好大嘅掙扎。咁、其實即係講翻呢一種就係、叫做 EPO 啊、紅血球生成素對於長跑運動員絕對有幫助，因為佢可以突然之間谷高咗你嗰個嘅即係紅血球嘅數量。咁、多咗紅血球，帶氧嘅能力高咗，咁你自不然就可以。即係你可能人哋要吸兩啖氣先吸到嘅嘢，你就吸一啖就搞掂。你於是乎你個表現就一定係好嘅咁、即係當然啦，嗰、那個即係對於嗰個運動員嘅損耗亦都非常之大啦。亦都甚至乎係有人話呢啲副作用就係去影響到即係嗰個女性運動員嘅生殖能力啦咁、對於肝腎亦都係好大嘅損害啦咁樣。唔係咁，我諗老實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個組織佢比較清醒啲嘅，對啲運動員做一個稍微長期少少嘅退役之後嘅調查咧，咩、事都清楚曬。係啦，只問題而家你更加冇呢個動力去做呢樣嘢啫嘛。係啦，係啦，即係而家咧又可以比較，即係我哋其實唔覺意提咗幾個 generation 嗰啲禁藥咧。由呢一啲開頭嘅安非他命因為佢已經好快被列為毒品即係然後就亦都檢測比較容易。咁啊，亦都係因為有類固醇啲更加好嘅新發明，於是乎就即係慢慢淘汰咗佢。但係類固醇亦都經過一啲掙扎，就係有人去嘗試建立一啲新嘅類固醇嚟去規避咗原有嘅檢測。咁於是乎你嗰個嘅反禁藥機構亦都將呢啲檢測標準去提升然之後追蹤嘅時間更加長嚟去擋住呢樣嘢。咁於是乎亦都有咗再新一代。其實而家由呢、這、一個即係可以話啦，由呢個90年代到今時今日呢一刻咧，呢一啲紅血球生成素就係可以話係最主流嘅一種嘅禁藥嚟嘅，你可以想象，譬如單車運動員啊、長跑運動員啊，即係基本上任何需要到你係喘氣嘅呢啲運動嘅，一定係即係就會用得著呢一種咁嘅即係 EPO 呢種禁藥。佢好即係對於嗰個運動員嚟講，用呢種禁藥咧，嗰種比較即係容易即係比較吸引佢嘅地方係咩咧？只有幾個鐘頭時間，因為咧幾個鐘頭後你個身體就可以將佢瓦解咗佢。咁你話如果係問我，咁有咩方法可以去即係做檢測咧？咁唯有就係當然喺佢個比賽完咗之後即刻就去做檢測啦。另外就係話要喺佢比賽之前，或嘅唔係淨係嗰即係比賽前一段比較長嘅時間，連續去攞幾個唔同嘅樣本，睇下佢嗰個即係血入邊唔同細胞嘅嗰個嘅含量，會唔會係突然之間係有啲好古靈精怪嘅上升咁樣咁嚟去做檢測。咁但係即係我要咁講啦，到今時今日嚟講，你要禁之不絕嘅咁因為其實呢啲除咗你話一啲主流嘅呢啲咁嘅禁藥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唔係好主流或者係一啲叫補助嘅禁藥咧，其實係發展得出嚟嘅。譬如有一啲叫佢個有一個歸類叫 masking 嘅一啲禁藥。咁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譬如話食咗類固醇，佢會令到你個高丸酮素提升嘅時候，咁不如咁啊，我食咗呢個類固醇嘅同時，我再食另外一隻藥嚟壓，可以幫我壓翻低呢一個嘅高丸酮素，係啦。就即係神針類藥，係神針類藥。咁其實就於是乎就係發展咗另外一種藥，係幫你。其實完成個遊戲就係一個貓捉老鼠嘅遊戲嚟嘅啫。你就即係一個冰捉賊嘅遊戲。你但最大鑊嘅戰場喺你身體上邊啊嘛。係啦，你嗰個嘅禁藥嘅 list 入邊就係透過譬如話測高丸酮嘅方法嚟去懷疑你有冇食類固醇。好啦，咁我就食即管食另外一隻嘢嚟壓低咗個高丸酮數。咁於是乎就係你又要針對呢一種咁嘅補助式嘅呢啲禁藥咧，又發展咗一個新嘅方法嚟去 check 佢會又有冇食到咁嘅樣咁即係再唔使講嘅就係話有啲就直接係改你身體荷爾蒙呢啲咁樣，其實幾種層次嘅禁藥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主流嚟講，依然就係話類固醇同埋呢啲 EPO 呢啲藥物。咁其實最後嗰幾分鐘，我成日講一個踩界少少嘅例子。其實咧，即係呢個國際即係反禁藥嘅呢個組織。佢亦都知道自己本身嗰個檢測技術係有啲落後嘅情況，其實佢哋都想去做著先機。咁即係預計你會將我哋食啲咩藥？咁於是乎咧，其實佢亦都我都覺得佢係做咗一個啱嘅步驟，佢率先將基因技術去列入咗呢一個嘅禁藥入邊咁因為就係話，如果我唔食呢所有嘅禁藥，我唔用生化嘅層面嚟改咗我身體生化結構，我由基因層面去做。我不是吃類固醇來提高我的肌肉，我是直接去改造我的基因
啊、我就入咗外細胞喺入邊入咗去，令到佢自己要生出嚟。你完全揾唔到任何類固醇嘅蹤跡，亦都唔會有高丸酮嘅俾你去查得到，亦即係可以完全冇任何蛛絲馬跡。你就驗血入邊都驗唔到任何化學藥品嘅成分裏邊，因為佢嘅基因層面去做。咁其實你話基因技術今時今日係咪已經好成熟地發展一套方法去變成一粒禁藥去俾人食咧？咁其實都未算嘅。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即係 WADA， 即係呢一個反對禁即係反禁藥嘅組織咧，其實佢就已經率先去將呢一個咁樣嘅基因技術去即係列咗做呢個禁藥嘅名單之內啦。但係咁樣其實就係話，亦都有一啲土即係比較即係老土嘅方法嘅。如果禁基因改造唔得，食生化藥唔得。不如咁啊！我直接輸入一啲紅血球入我身體度，最直接。我冇食任何藥。我喺參加呢個運動比賽之前嗰晚，突然之間即係谷一包。其實呢個就以前好耐以前有噶啦，我聽講冰恩鮑華都嗰陣時都即係諗起講咗出嚟嘅，即係佢哋大賽之前都會。即係將自己嘅血打翻入自己嗰、那個，即係應該係喺心臟或者腦度。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你預即係咁樣，就係話你預先去將你自己一包血去抽佢出嚟先。嗯。於是乎，你等一段時間，等自己個身體生翻齊啲血出嚟之後咧，咁你喺需要用到呢包血去谷翻高你個運動表現時候，你就將呢包血打翻去。咁、其實最後，其實當然啦，佢可以做再用一啲技術嚟去將入邊係零零舍舍血漿嚇、啊，即係嗰啲紅血球嗰啲，佢、可以把血球隔咗去。就血小板都夾埋去都得，咁真係留翻一個咧，就有紅血球，主要有紅血球成分嘅一個血漿咧，係去打翻落。但係呢個情況咧，我亦都覺得咧，就你都唔喺禁藥嗰個範圍之內，因為嗰係你自己身體一部分嚟噶嘛。啊！但係而家其實都已經係都禁咗嘅。佢咩理由係禁？佢即係純粹都話係一個即係。即係違反運動精神嘅方法啦，我只能夠講個解釋，就唔係 fair play 啦。你突然間整包血翻嚟嗰啲嘢就嚇，即係佢咁佢檢嘅方法都不外乎就係話咧，要你不停地去交一個嘅血液嘅樣本出嚟，睇下你有冇去突然之間去做一啲咁嘅谷高佢。嗯，但係其實咧講咗咁多，即係講到最後咧，其實就係、是有一樣嘢就係、是。亦都係即係可以話最難去繞過檢測嘅就係、是、國際奧委會佢之所以對於俄羅斯喺今屆嗰個究竟能唔能參賽係咁大爭論咧，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佢哋有一個咧國家級別嘅欺騙，即係呢個奧委會同埋反禁藥嘅一個嘅系統喺度，佢有系統地幫運動員安排一啲假嘅尿液樣本，唔係甚至你我諗要你呢個講要更加嚴重少少啊。即係總之咧，如果你想參加呢啲奧運嘅比賽或者呢啲國際級比賽咧，你一定要食藥。即係我懷疑佢哋想即係嗰個話佢哋想做嗰樣嘢係咁樣。因為後面嗰個問題就係話，有人可能天生出嚟佢已經好 fit 嘅咯喎，佢可能唔使食呢樣嘢噶嘛。但係為咗一個即係記錄上或者係一個即係國家嘅聲譽咧。你係唔係你都要食？即係我懷疑佢而家係想做嗰啲樣嘢嗱。即係我都好睇，即係我自己都好唔想偏幫一樣嘢，就係而家對呢俄羅斯嘅問題，我覺得唔多唔少有啲政治嘅 agenda 入邊嘅。因為而家你做佢唔係淨係呢度做佢啊嘛，你連世界盃你都開始做佢啊嘛，係嘛？咁我覺得就係因為即係美國唔好睇得上普京咯。咁我唔係話佢冇做，而係話呢啲問題咧。你係咪淨係俄羅斯做呢？咁我覺得唔係嘅。或者其實你唔好話有其他國家，我舉個例，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做。係啊，我咪去專門由個國家去資助呢一啲唔喺呢個禁藥 list 入邊嘅藥物發展。嚇、啊、然之後有系統地安排運動員去食咯。嚇咁呢一種就係一啲叫未被禁安全禁藥嚇、啊，我擺多支落去，咁你一樣係可以做到你想要嘅嘢嘅。係啊，咁而且一樣係耐你唔何嘅。咁、啊、我相信咧，呢、這個即係禁藥嘅問題咧，又唔可以直接睇得咁。即係簡單地負面嚇，我哋好堅守嘅原因就係咧喺個運動入邊咧，即係雖然老土啲講啦，就係、是、你要問一問自己就係嗰個競技嘅精神係咩嘢。咁事實上而家越嚟越模糊啦，即係
個競技精神簡單嚟講就攞個牌啫嘛。你唔好以咩理由攞到，總之係攞到，係嘛？咁呢個就唔係最初個原意嚟嘅。係啊，而且有啲越嚟越多啲科學嘅方法介入去嘅時候，嚇，究竟呢一場足球比賽派邊一個運動員上場，原來有一個好有系統嘅統計喺裏邊嘅。係啊，咁呢一啲又算唔算係咧？咁而家呢一刻就當唔算啦。係。咁但係去到有啲譬如話一單車運動員，你硬裝多個摩打落去，呢啲又算唔算咧？裝多個摩打落去。嗱，佢裝個摩打咧，佢呢樣好古惑嘅。即係爆少少時間都要講咧，就係佢唔係話去額外俾多咗乜嘢電池落去，而係佢預先你可以咧用你自己嘅能量去儲定先。譬如話你落車嘅時候，你咪好順個勢噶嘛，你咪去儲定啲落去先啦。但係上車嘅時候先嚟幫你，但係用翻都係你自己原本係可能來自你自己體力嘅咁樣嚇。但係其實如果踩上嚟順好多喎，等於你其實將你嗰個起起伏伏去平均咗喎，其實係舒服啲要。係啊，嗱當然啦，即係科學新知咧，佢又唔會涉及咧。即係好哲學性嘅問題，咁但係去到呢個其實一個好哲學，即係一個好哲學層次嘅問題，就係究竟邊啲係所謂自然係 natural 嘅，係，究竟有邊啲係 artificial 嘅，係，而成日咧我哋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科學一定係 artificial 嘅，嗱我其實冇話我啱講我自己，一路講我自己都問自己問題，我都覺得咁界線好難定，係，就係因為我對呢個所謂乜嘢係與生俱來嘅，咩係自然嘅，咩我哋係即係順理成章嘅。同埋乜嘢係人造嘅咩？係乜嘢係一啲即係科技嘅？我哋喺呢度畫咗條線喺度。咁但係實際上呢條線應唔應該畫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人類自有文明就一定係由科學嘅知識，係外在嘅一啲因素去。如果你今日大家冇呢個即係科學嘅因素咧，基本上大家都係人，即係人猿嚟啦。咁所以即係去到呢度咧，即係我只能寄望一樣嘢啦，就係呢啲藥本身咧。即係可唔可以嗰個有一個政府同埋藥廠方面嘅道德上嘅思考，就係點樣喺嗰個首先係睇個副作用先。係啦，咁另外就當然啦，去到你去制定緊佢係唔係禁藥嘅時候，有冇一啲即係原來有一啲你發覺都係OK 嘅，其實就唔算話真係好禁藥嘅時候，咁其實。背地裏就係你點樣去維護嗰個公平競技嘅精神，其實真係離唔開呢樣嘢。係啦嚇，即係我哋好難去用一個究竟係人工定唔人工嘅界線去睇邊樣嘢。其實如果你話喺運動精神嚟講，好多時就係咪一個公平競技嘅精神去做最終嘅依歸咯。啊，咁即係希望咧，將來如果呢啲禁藥咧係即係好成功嘅話，就公開，咁啊變咗大家食補品咁食嘅。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拜拜。